张佑，张佑，为什么在垫子外面就开始鞠躬了？两个人相敬如宾。帅帅，这个有什么动作？有什么要说明吗？这个你想怎么飞出去啊？你想怎么把我飞出去？哦，我去，我光是把你飞出去好不好？你看着办吧。我们飞出去是可以商量的吗？其实他们好像一切都是有商有量的。我们这边好了，怎么了？我们这边很厉害的。飞出去，这段对话很尴尬的样子。汤圆，小心小心！不要小心啊！给他迂回一下，迂回一下，加油！不要！不要呀！不够！你的功底呢？给他甩出去！给他甩出去！我让他起来呀！十位兄开始进攻。把他绊倒，绊倒，绊倒，绊倒！只能说巴西柔术真的是一个很精彩的运动。我想说一下，我们这边开始真的差点赢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所以说因为周周没有练过巴西柔术，其实他刚才的一些进攻还是。把我飞出去！哦，我去，我光是把你飞出去好不好？你看着办吧。我们飞出去是可以商量的吗？其实他们好像一切都是有商有量的。我们这边好了，怎么了？我们这边很厉害的。飞出去，这段对话很尴尬的样子。汤圆，小心小心！不要小心啊！给他迂回一下，迂回一下，加油！不要！不要呀！不够！你的功底呢？给他甩出去！给他甩出去！我让他起来呀！十位兄开始进攻，把他绊倒，绊倒，绊倒，绊倒！加油加油！怎么在垫子外面就开始鞠躬了？两个人相敬如宾。帅帅，这个有什么动作？有什么要说明吗？这个你想怎么飞出去啊？